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曲。今天呢，我来到这个十万年中的聚会，就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聚会，非常的紧张。那身后就是我们的会场，就是华南银行的总行大楼。那等一下会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创作者，所以希望不要太紧张。今天的脱发严重，中年大叔去游泳。可是今天不是运动风，运动风啊，游泳啊，游泳就是。我刚没看到这个。中年大叔需要游泳吗？订阅史莱姆。Hello。Morning。那确定这样收到音？我觉得我旁边那一群女生很吵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王大千。业费之王，对，要跟你讨教一下。好，还好，没什么。对，幸运哪？我也是幸运了。真的，你也是。我在这边很边缘啊。我是坐边边角，你看旁边推车什么。我也坐这桌。你坐这桌。你是二一吗？我是一桌。那我也是。对，不错不错 ，OK。不，有了。哎，大家好，阿嘉。哎，阿许阿嘉。我们都港乡的啦。嘉义的港乡的好不好？挺一个，嘉义人挺一个。支持嘉义人。一定要订阅，一定要订阅一下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石，喵喵喵。要比这个字，哎，那个怎么有啊？是这样。反正我们两个已经很熟了吧，你不用多讲什么。哦，阿豪，不用多讲什么。6点开始，哎，6点开始，我现在已经9点，我才第一次见到他。哎，真的，对啊，你在干嘛？在边缘，最角落。听说你迟到很久，我在这里游泳，我7点就来这里了。七点钟，对，是啊，我们距离很遥远。啊。